各位晚安，欢迎收看今宵花月夜。你有没有认识双胞胎的朋友？我就认识好几对。那么前两天我看到有一个国内双胞胎团体的活动，猛然间看到三四十对长相一模一样又穿着也是一样的小朋友聚集在一起，还真是好玩，觉得这真是生命的奥妙。两个人有外貌这么相似的，但是将来却有着不同的人生跟际遇，这能不能算是说造物者的一种幽默感呢？今天我们节目马上为您展现开始。首先第一段安排的是今宵乐坛，请到了这位歌手，相当有他个人的风格跟他的个性，我们欢迎潘美辰带来两首他相当好听的歌曲，欢迎他。全世界都拒绝，当我对对对的无言，谁来为我掉过一滴泪？昨天电话不知拨给谁，酒也喝不醉。当我想想想到天黑，逼我自己还是放弃这一切。我沉默，因为我开始流泪。
在一个没有音乐的地方，只有心跳的声音越来越夸张。爱像疯狂的台阶，走到底整个人都毁灭。你是否同样的感觉？我坚持对爱却不后悔，只想和你在一起，而全世界都拒绝。当我退退退到无言，谁来为我掉过一滴泪？捉起电话不知拨给谁，就也喝不醉。当我想想想到天黑，逼我自己还是放弃这一切。我沉默，因为我开始流泪。当我推推推了屋檐，谁来为我掉过一滴泪？抓起电话不是拨给谁，就也喝不醉。当我想想想到天黑，逼我自己还是放弃这一切。我沉默，因为我开始流泪。我沉默，因为我开始流泪。我跟这个大陆人的朋友欣赏的角度一样，用几个字来形容：奔放、大方、不做态的一个女孩子。谢谢，谢谢。其实我觉得我每次在唱歌的时候，我很喜欢很自我，很自我，就是我一定去了解歌词，我反而不是很在乎台下有没有人在听我唱歌，就是完全投入忘我。对，所以我有时候唱歌，你会发现我好像想找东西抓，那是一种抒发。因为唱歌其实唱的很高的音的时候，其实你还要装得很开心，其实是很难的事情。哎呀。不过这么多年下来哈，你刚才讲的除了你个人的这种一直走这个理念，走你个人的一种怎么讲为之神往，在唱歌的时候，但是你也走出一种另外一种个人的潘美辰歌路。我知道有些作品也是你自己写的，自己写的，像我刚才第一首我想有个家，就是我在3-4年前的作品。那么其实我觉得我在写歌的时候，我一定要有我自己的故事。那么我觉得朋友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所以我觉得我每次在唱歌在写歌的时候，如果有我自己加入我自己的故事，我觉得我唱起来我特别有那种沧桑的感觉。而且这个穿着打扮方面也走出了个人的风格，有一点那种中性的打扮啊。像早期我记得像凤飞飞啊，是啊，她是穿的西装啊，戴个帽子。凤飞飞，但是她的动作还是云飞飞，感谢您。哎呀，那个时候，哎呦，大家觉得，哎呦，好奇妙啊！是是是，散发一种奇怪。后来又有江玲，有吗？穿的黑西装也不太笑。我最讨厌油腔滑调、虚伪的男孩，说什么什么爱你在心，口而然开嘛。啊，但是一直在的改变。现在这种调调洒脱型的，就是你一个人。我想，我可能是从小与生俱来的。我真的要改变成很有女人味那种所谓这种很撒娇啦、艳丽型的，我觉得我改变不了，所以我干脆走我自己的派。那么会不会说是你自己会不会感觉到这样子的喜欢会不会一直持续下去？还是说有朝一日也说不定也穿起旗袍来？其实我自己的装扮通常都是我自己的设计，自己的感觉。那如果有人要我改变的话，除非被我他说服了我，不然的话很难改变我。不过你这种穿着也好，歌路也好，真的称得上人格合一。谢谢。唱起来有的时候我把你比成别人啊，不然你会介意。没关系。有的时候我看你唱起歌来，让我感觉好像看到龙传人。龙传，好，有没有人说你们长得有点像？像杨凡，凡哥常常说我很像龙传人。因为你一个很挺的鼻梁啊。是吗？很绝啊。真的。这个影剧圈里有好多人长得很像。假如说你有这个要请假的话，龙传人可以代班。要是周雅芳请假的话，可以请叶童来代班。是不是有点像？对对对对。这陈雅兰请假的话，可以找杨宗宪来代班。像吗？你想想看，像不像？这是有点像。
啊，对对对对，但是你就没有人可以在，没有人感觉到。哎，不过今天请你到节目中来唱两首歌曲啊，还是意犹未尽。最近又有新作品出来了，歌名叫做《无路可退》。无路可退，因为我走到音乐的一个境界里面，我说实在的，我已经没有后路可以走，所以我一定要无路可退，我要勇往前进，我不可以往后走，所以音乐的路程我要一直勇往前走，所以选了这个无路可退当我的歌名。哎，听你这样讲一下的话，那我们就迫不及待就要听听看里面的这些意思，好啊，来带引我们的听听看您的所谓的无路可退的感觉。好，我们静静聆听潘美辰带来第三首歌曲。谢谢。无路可退。再也看不见，站在爱恨的边缘，我已分不清自己是谁。于是你编起谎言，我傻得把它当誓言，痛恨自己的改变，爱一个人不顾一切，看破无情的脸，是老天同情我的痴点。真心会在这欺骗，泪已不知是什么感觉。你的爱我再也无路可退，你伤我的痛如此的强烈，任凭我呐喊无声，任凭我拼命，也无法将你挽回。你的爱越爱越觉得可悲，你怎会狠心把我的心打碎？我失去一切，甚至掉不下一滴自己的改变，爱一个人不顾一切，看破无情的脸，是老天同情我的痴点，真情会在这欺骗，泪已不知是什么感觉。你的爱我再也无路可退，你伤我的痛如此的强烈，任凭我呐喊无声，任凭我拼命，也无法将你挽回。你的爱越来越觉得可悲，你怎会狠心把我的心打碎？我失去一切，甚至掉不下一滴泪。你的爱越来越觉得可悲，你伤我的痛如此的强烈，任凭我呐喊无声，任凭我拼命，也无法将你挽回。你的爱越来越觉得可悲，你怎会狠心把我的心打碎？我失去一切，再也掉不下一滴泪。
难当当袂离，天使叫我爱回航，爱情的路行袂透，心情哪会轻松？情难当当袂离，感情哪会扛这重？我袂忍心看你来目眶红。心肝叫我怎样来看破？你是怕你头嘛会靠为我？情难当当袂离，若着分开在一时，你讲过你袂照顾我一生。情难当当袂离。就算天地颠倒变，漂流四方走天涯，袂平静。等等袂离，天使叫我爱回航，爱情的路行袂透，心情哪会轻松？情难当当袂离，感情哪会扛这重？我袂忍心看你来目眶红。情多挂挂心肝。叫我怎样来看破？你是怕日头嘛会较畏寒？情难当当袂离，若着分开在一时，你讲过你袂照顾我一生。情难当当袂离，就算天地颠倒变，漂流四方走天涯，袂平静。情多挂挂心肝，叫我怎样来看破？你是怕日头嘛会较畏寒？情难当当袂离，若着分开在一时，你讲过你袂照顾我一生。情难当当袂离，就算天地颠倒变，漂流四方走天涯，袂平静。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在他所写的《人生论》这本书的序文中写着，水车为了把粉磨好，水的流动是必要的，人生为了让生命灿烂发光，实在的活着也是必要的。金宵花月夜，谢谢各位的欣赏，我们明天再见。